这位重机骑士突然被汽车恶意逼车挑衅不止一次，汽车驾驶还对重机骑士大骂三字经，骑士也回呛怕你哦。随后双方停在路边理论，汽车驾驶才一下车就双手交叉抱胸，嚣张地站在重机前面。此时重机骑士也下车走向驾驶，只见穿红衣的重机骑士人高马大，穿白衣服的汽车驾驶气势顿时矮了一截，只想转身上车离开。骑士见状快步上前挡住，还用身体逼退了驾驶，瘦小的驾驶后退好几步。之后汽车驾驶低着头弯着腰一直向骑士道歉。重机车主对于汽车闯红灯又恶意逼车的行为依旧火气很大，一个顶撞就把驾驶弹飞出了镜头，接着继续大骂。网友纷纷表示就是要给这种人教训，但也有网友觉得这样不是很好。